大家好，我是 QNAP 的资深产品经理 Alex 石。QNAP 受邀参与2023年台北 AMD Solution Day 活动，那很荣幸在这边与 AMD 的资深产品经理孙伟山一同受访。QNAP 与 AMD 长期携手合作，那我们为用户带来顶尖的商业储存解决方案，全新的 UDA2 MBN1 企业级全快闪 NAS 系列，我们搭载 AMD EPYC 7000系列的处理器，那专为 SSD 的效能优化所设计，那以亲民的价格提供令人惊艳的 100G 存取性能。那同时我们采用 ZFS 的 QTS Hero 作业系统，企业可以享有高效能的数据去重复和压缩的功能，那同时可以减少对 SSD 的 IO 和储存消耗，以大幅延长 SSD 的寿命。那此外 QNAP 也提供 SMB 的机架式和桌上型 NAS 系列，搭配 Ryzen 多核心的处理器，提供灵活可扩展的解决方案，让您的企业业务发展计划如虎添翼。那除此之外， QNAP 也致力于发展 AI 应用，如监控、智慧资料搜寻和档案管理。那 AMD 的处理器强大计算的能力，让 QNAP NAS 的性能达到新的高度。AMD 与 QNAP 合作很早就开始，为我们的客户和整个 NAS 行业带来了不可估量的优势。我们重新定义了数据处理、存储和管理的界限，通过结合 AMD 强大的多核心技术和 QNAP 的专业知识，我们创造了适用于各种应用的解决方案，从数据存储、虚拟化到 25GBE 视频编辑和小型数据中心。我们共同努力致力于让企业能够优化管理，更高效并且经济的实现目标。 QNAP 跟 AMD 我们有持续的在合作，那我们的使命也非常的明确，就是为客户提供最卓越的性能和高可靠的储存解决方案。那我很荣幸在这边能够参与这个意义非凡的活动，希望我们双方能够持续塑造储存的未来。谢谢 AMD。 谢谢。